自己保养跟心态是很重要，医美是现在的科技，但是我真的没拉皮啊。今天也是一样那么美。哦哦，谢谢谢谢，那必须的，今天又来沾沾喜气，那先祝大家冬至快乐。先生，跟新人讲好祝福的话。好的，就是从以前拍戏就认识，后来呢，西风又拍了《黄金岁月》，我就认识他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一块吃饭，他就介绍，这是他女朋友。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正式第一次？再来没多久，他们就结婚，然后有了小孩，这好快哦。那在这里呢，祝福他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棒，就是满满的爱。然后再来有了这个女儿之后，哇，那个真的是非常幸福美满，要一直幸福美满下去。所以今天红包应该给的分量很大了。也还好，来的心意比较重要。那你说你上次那个照片引起轰动，大家都是你是女团的，对呀。对，非常谢谢大家反应那么大，也谢谢很多的朋友能接受。台湾熊是欧巴上有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怕大家看腻了，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，我很愿意接受不同的挑战。但唯一比较不能接受就是如果要我扮演那种摇滚重金什么那种，我就不行了。那你说啊，漂亮的妹啊，又怎么关？我也年轻漂亮过啊。现在不管年纪怎么样，心态还是觉得还是很年轻是比较重要。当然，一个不一样的造型，有人会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是很正常，我都接受，我都接受。但是真的，自己保养跟心态是很重要。医美是现在的科技，你好好的用它，其实那是很正面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拉皮啊，我也没埋线。对，就是当然现在拍照都会有一些可能就是滤镜啊，或者是说微调，但基本的框架是不会差太多吧？你这样看我本人会不会吗？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怎么那么美？真的，就是说可以稍微，比如说我们像说微整、微调，或者是你照片当中的微调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那没有看到有人这样质疑，会不会觉得不是很开心，影响到心情？不会不会，完全不会，都不会。我只能说能引起这样的讨论，这也是我的荣幸，因为当人家不讨论你的时候，就要自我检讨。那当然也要谢谢造型师的协助，才能够让我每一次会有一些不一样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常常让大家觉得我很不错啦什么，没有他们就不行，所以都是天时地利的配合啦，非常重要。因为他们的专业再加上我愿意尝试，所以我就继续。美凤姐今天来那个婚宴吃大餐，要回去要努力多久啊？其实吃大餐，大餐是他的菜会很多，但不见得我每样都会吃到很多很多。然后呢，吃大餐的第二天或者是之前，我会让自己身体多热一点，流一点汗，然后多喝水。我会有一个习惯，我都会带个水，因为吃饭以前我就会多喝水，喝酒更要多喝水。凤姐，那大概多久做一次医美？你像凤凰电波，我是一年，我从去年到一年应该可以再进场保养。那就是有人是8个月，或是有人是一年多都还 OK， 看每一个人的状况吧。最好的就是让我不会因为这样，我第二天没办法工作，我因为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都还好。然后再加上有些微调，真的是可以的。当你努力工作，你就要努力让自己爱自己啊。自己有人有一些说法，我都接受，我都接受。谢谢你们的讨论。这个造型的时候，有立刻答应还是有挣扎一下？是我建议老板。我建议我说，我们就是平常你的妆跟你的衣服好，但是别忘了头发很重要。你头发是老是扁扁的，你的妆、你的精神都提不起来。而且现在是不一样了，是一个
你可以再玩颜色的，很多人就会染的整个都什么，我们可以不用染，但我可以享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，那就是假发了。那现在假发又做得那么好，就自己戴就可以，像我这个也是自己戴的啊，就还 OK 啊，真的美吗？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没不能这样染的人，上班有些人不行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戴假发，有时候过瘾一下也 OK。